个世界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？欢迎收看《不可思议的世界》，先为大家介绍今天《不可思议》的特别来宾，本身就有很多传奇故事的秦伟秦天王。潘天王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，北港朝天宫的董事长，也是前立法委员曾蔡梅卓女士，欢迎你。两位大姐，两位好，各位马姐的辛苦，大家好。好，欢迎欢迎。然后道教法师邱妙真邱老师，大家好，各位来宾大家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也是道教法师林彦启林老师，朋友们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民俗专家林真义林老师，朋友们好，大家好。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什么不可思议的主题呢？请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立下。一年一度的大甲妈祖绕境，如同往常般吸引无数善男信女前往参加。八天七夜的绕境活动，许多人凭借着对妈祖信仰的坚持，一步一脚印走完全程。这项历史悠久的宗教盛会，又发生过哪些不可思议的神奇事件呢？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份，就是宗教界的年度盛事哦，大家都会去参加这个妈祖的绕境活动，很多的庆典活动。这一次到底规模有多大呢？那今天介绍的不是北港朝天宫，那个这一块要留给蔡董来聊。蔡董来讲，聊这个绕境，一般电视上看到的这个大甲妈祖绕境是最多的。是。那大甲妈祖绕境这有一个这个绕境路线图。哦，从这个大甲镇南宫开始啦，经过中华啦，哈，八道啦，哈，这里应该是波道了哈，或者塞雷啦、新港，然后再这个回銮哈。那很多人说，那为什么会经过这些宫、这些庙？对。在元宵节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董事长就寡杯啊，先寡杯指示路线，几月几号开始起跑，几月几号回来，几天几夜都是很清楚。相传就是说，这是网络上流传的，就是说，因为他到北港进香之后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可能你八杠在写这里原主啊，是还是元领啊，是不是啊？有分离元领之争。那在这个镇南宫到这个梅州一千年的时候，决定不走北港，走了新港，走了新港这个奉天宫。那所以待会可能会请一下蔡董说，为什么后来哦，连整个行程的名字都改了，本来是镇南宫天上圣母北港进香团，对，现在改成天上圣母镇南宫，然后这个只有绕境进香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来？可以请教蔡董。时代不一样嘛，哈。时代不相同，那么，路拢会转变，时代嘛会转变。那么大家为了要创造伊家己一个历史嘛，所以不得不一定要这么做。那么我这里，这书上吼，书上有看到，书上有看到。你看信众这么多，这是早期咱大家在咱北港进香。这么盛况，这么盛况。那么这个旗啊，对上早期的时阵是乌白的旗啊，乌的旗啊，这种大家做不是北港做的，然后发展到以后用彩色的，所以大家来北港进入已经是一百多年以上的历史啊。是。啊，所以我还都有讲过哦，时代改变嘛，历史嘛改变嘛哈。啊，所以是讲大家要创造出家己的声望，创造出家己伊的这个历史嘛，所以他不得不一定要这么做。可是很多人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的时候啊，就希望能够有抢轿啊，有抢香啊，有时候会不小心有一点这个暴力冲突，怎么办呢？抢轿这是新闻，你看哈，抢轿频传，信徒大甲妈前打架，这像话吗？其实这个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汗颜呐，因为我们拜拜本来就是求一个心嘛，是这个不能有暴力事件。圣母本来就是雨露均沾，普度众生，结果你还打架，那打架的起源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说，很多人觉得说，有人两那里丢卡哈，弄丢卡，弄丢卡，甚至说，其实原来是说，本来那个主要扛的那个大轿夫，扛轿的轿夫呢累了，他可能换手嘛，是换手走到彰化地区的时候可以换手，可是呢，当时彰化地区可能有一些黑社会的小朋友啊，然后就是混进去打架，造成新闻事件。那其实这一次蛮特别的，这次绕境的时候呢，这个是新闻哦，妈祖绕境现日晕，信徒跪拜好兆头，有人看到日晕啊。那不止如此啊，就是有一次绕境的时候啊，现场有人被修爬工，这歪了，这个都有画面的，这不能乱讲。你看，对，打架打成这样，你看你被修爬了。这歪，那个温内比安诺，就有一次打着打着的时候哦，突然有一个人打，
就是比方说，老王打老张好了、嗯，老王打老张的时候，打到一半，老王自己跪下来，老张就拼命打他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都不回手？”哎呀、啊，你跨顶头，跨顶头啊！那妈祖娘娘又显神机了，哎、就看到天上妈祖就显灵了。对，不要、欸，怎么云层会变这样？你看这个不是3D 动画，是民国四五十年的时候的事情，就。妈祖一现形之后，他什么谁敢动手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再次的强调，就是说妈祖是慈悲心。对，抢轿哈，为什么后来有人说，哎、欸，伯利这里严清标啊，就是这里蔡董站出来说，哎、欸，不要抢，不要抢。抢本来是件好事，是，但是抢要有规则，对，不能不守秩序。这时候妈祖娘娘就会神机出来，像我们今天都不敢乱讲话，不敢造势，是因为这个邱老师说，妈祖娘娘已经跟着真菜，对呀、啊，到现场，所以现场的这个磁场非常好哦。像刚才哈，我们那个伟哥讲，还有我们的委员讲的哈，我们这样子像这种活动哈，就是众神云集，你知道吗？比如咱即马光叫出去，你是看有形、有形的，足侪人在吼这个叫，对吧？好，光叫啊，哈，打这卡波、小巴、大巴这样子，这样打。可是你这样看，我每一年我在彰化住了很多年了、啊，我几乎每一年都有去迎这个大甲妈祖到这个彰化的境内、嗯，我都在交流道旁，是，我就去接，嗯、然后我也请个工内人员哈、嗯，服装整齐，不要露脚趾头、嗯，也不要穿露背装，哦，像我这种衣服也不要打晃，也不要打晃，就要回避。然后我们就说很严肃、很诚心的来接这个大甲妈祖来到这个彰化的境内、嗯，就是说我们有土地公这边，你很多公庙都会去接。是，那你看那个轿上面哦，金光闪闪。第一个就是中坛元帅，来护持着这个两道旁边哦，有很多的护法将军。所以说，那很多的神佛都在这个众神云集在这个地方。你看到只有吹哨角的啦，或是开路的啦，有了呼吧空腔，那个是只是说像现在的那个警察一样，说啊总统来了要开路。那很多的信众他不知道，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行程的中间。带孝的他是不能靠近的、哦、没有未满一年的不要去摸那个轿、哦、所以有很多禁忌一定要遵守。对，还有一个坐月子的、嗯、坐月子的、啊、未满这个我们讲的说坐月子的不要去，然后未满四个月小孩子也不要去了、哦、很多人会想抱小孩子看热闹嘛。为什么小孩不能参加？因为有时候你这鞭炮声，还有有形的很多的神啊，我跟你讲说众神云集嘛，你有形的看到很多人在帮忙，可是无形的你很多神也在来来去去，就老了嘞。对，因为那个囡仔吼，心卡不那脸我卡不压在，还有我们讲的说。你带孝的不要去、嗯、那还有一个许愿的一定要随乡人员行脚的，就是说、嗯、你一直说我、哦、去年许愿、嗯、糟糕了我今年不能随乡怎么办呢、嗯、那你请你的亲戚朋友在大甲妈祖的面前是讲说我、哦、某某人我明年允许下我来再来随乡、嗯、不要自己又跑到庙的前面，因为你都不清楚了嘛。像这么多人这么信奉妈祖娘娘，就是因为还有太多太多的神机，所以有一些疑难杂症身体健康有问题的都要去这个参加绕境活动、啊、对，像这种绕境活动了、嗯、这个大甲妈祖他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，像刚刚讲开路，其实熊扎宅啊公啊妈祖都被拉去叫下面了，叫波威啊，他有个阵头、啊、有个阵头，不是有一个很滑稽戴个眼镜两边胡子啊，对，没有镜片，没有镜片的那个套起来几黑，如果你讲抢救这吼、個哦、为什么那边抢救中华那边遐较早就是讲在我中华那边遐吼，那只要来到遐，那不是讲乌道的兄弟在抢救，就是因为那个桥去到遐啊。过去就是讲，捌有人讲，嘛希望讲大家嘛用妈祖真香吼，希望讲会当去迎真的遐做客一下吼。听讲妈祖若过遐，迄真就是丰收，平安丰收。啊对啊，真头人吼，来到咱真头，大家伫遐弄桥开始，身体平安的顺心。啊，所以即个直接产生这种抢救的状况。后来抢救抢到什么情？像今年吼，它时间就越来越 delay 了。今年在彰化。因两千下面用其中这个烟火哈，就是瀑布式的那个烟火啊，可是那瀑布式的烟火烧到会很烫啊，痛对，啊伊就沿路一直给你砸，砍几落条，这边放完火，这边放啊，就一直要拦住他，说妈祖哪底下给动一下哈，他后滚的较好，他现在不是哇，现在搞到那个什么。鞭炮搞得像炸药一样哦，放一大堆，哎，就一堆就是要拦轿。现在很哦，要拦轿，很多的不同的炮去炸哎。在过去里面哦，就是说那个神明出巡哦，他需要有很多很多群众。为什么？所有的宗教都希望他有很多群众，因为人的念力集中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种更强的力量。所以他这个绕境的活动里面，人越多，你会看他的效果越多。对，所以他等于妈祖如果是像一颗。假设我们是一颗市里面的种子，好，那么它需要很多
能量去加持以后，它就会变成实现，会出现一些神，就是神迹出现。所以有人喜欢就是说，哎，能不能去弄给我卡，或者是说，哎，那个能量能不能到我的村庄来？那有很多煞就会除掉。对，所以在过去里面，那么大致的神明在绕境里面需要有人去扶持，是，所以人越多越灵应。哎，还有什么神迹？就是说刚刚在节目录之前呢，那个潘潘问我说，哎，你有没有绕过境？我还真的绕过境啊，八天七夜呢。对，我绕过境一次了。那我跟观众朋友上一次来上节目就讲过说，我就算那一次不绕境，我自己会去绕。我顶到我们公会，我天后宫向前冲，是吧？哎，这个。我全省大概至少有七八千，我自己宝贝啦，我学那个言情标有没有？对啊，都不一定啊。哎，马可以八杠朝天宫哎，我讲几个神迹好了。北港朝天宫，我去的时候是那个，因为我是在台北拜拜，三重拜拜嘛。然后那师母就说，你也都得列亲家哦。啊？北港朝天宫，我跟蔡董啊，我姓秦啊，不姓蔡啊，很奇怪，去了北港朝天宫，就刚好遇到我弟弟老婆的爸爸。姓苏啊，姓苏是亲爹啦，姓苏啊亲爹啦，哎啊迄个亲爹啦，啊多好啊多好，迄个我这个三叔阁是遐个计价，去那里才知道哎，有没有发现呢？哎，然后这是第一个，啊第二个眼睛都他都预知了。对，那之前不是说那个港口宫我找不到吗？是，啊很奇怪，开车开到东石乡半夜哪开得到？而且圣母跟我讲半夜要去，对啊，我半夜找不到东石乡里神，奇妙迷路了，哎到了，开着开着之后自己眼泪自己流下来。自己会，我没有，我不是感动，是自己流眼泪，我不知道原因呢、啊。是。然后我们朋友讲啊，还行啊，麦克啊，麦克啊，就车开，就看到远远有光哦。哦。我就往那边光开过去好了，看到很大那个千里眼了、啊，那个将军站在桥上啊，一头高压。千里眼顺风一定是圣母嘛。然后哎，还有，上次没讲到这个板桥慈惠宫啊，板桥慈惠宫呢，到这个证明我有去过，这有照片哦。嗯。哇，这个庙有名啊。嗯。门口还有郭台铭的名字。哦、郭台铭、林淑如、郭守正，哦，名字是他儿子、他太太嘛。那我当时寡杯公一天还去跟庙怎么上面一组啊？我去掉，然后那个机身跟我讲说，你会跟郭台铭合作？是这么也不会了，好，不是，怎么合作？反正记住，你这一趟跟亲戚都有关系。亲戚。我亲家已经离北港朝天宫啊，那可能够招来这些板桥慈惠宫。好，那大概隔了三个礼拜，接到一个电话，这个不能乱讲啊，天河水电影公司啊打电话来说，那个山水电影公司要合作啊，说他们有一个电影叫做巴黎夜未眠，他跟我们的保养品要合作。人家电影公司呢，这个山水电影公司的老板呢，就叫做郭守正。是，我不能乱讲，把名字讲出来了，三个礼拜发生的哦。然后就合作了。然后呢，最后最特别的三重的洪圣宫，我也是绕境绕回来吧。对，绕回来常去啊。对啊，你看哦，我马过桥过这个嫩牛卡，嫩牛卡哈，过那个旗子岭与天上圣母。然后呢，这个庙我就不赘述，因为上次有讲过说有预言金钟奖啊、得奖等等。好，其实呢，这个庙的底下的14楼啊，是绿色和平。这个电台，那他们的那个老板呢，总经理叫周明凤小姐，她是谢长廷的助理。每一次谢长廷要去选呢，她都会去寡龟拜托。那这次她没有去，上次谢长廷选高雄市长也是差一点点票哈，不来寡龟是不会哦。他选市长的时候有去，这一次选总统没去。为什么没去呢？发生一个事情，上面那个电塔倒在那个庙上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倒了之后。阿姨没说没修理了，他给我当时就没上来怀疑了。我上怀疑，两个人都拍摄去拔杯了，这次就没有球。没杯了，没杯啊。所以如果你要是有加持的话，就是都很 Bobby 啦。拉住宝宝加持。哎呀，而且拉住娘娘说，曾泰董事长说，能够帮妈祖娘娘服务的话，真的是都很有福报的。我们人大部分都没有自信，那其实自信力是。会产生很多信念是正向的，是。那如果说你当你开始没有信念的时候，就是自信力不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借人家的火，也就是说，那过去这些神、这些神，它有一道很能量很强的光，所以神才有神光。那像那个董事长刚来啊，其实因为我本身有您大概附身三年三个月过，所以他带来。是的确是很强的灵光，就是说在这个场上，就是说，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感受到，就是说，他这个住持就是这个因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
那我觉得他带来的给我们的能量是正向的。哦，对啊，然后这大家这，尤其他们这一次规划这些路线啊，还有这个时间点，许多信众真的都抢着去，然后那些阵头也很威猛啊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大家这南宫在出巡的时候，在绕境的时候，拢会去大庙对吧？对啊。其实不是吼，像我这回，去一间宫去甲接的时候，我还去扛轿。这间宫伊伫十八年前、十八年前，它是在大村，它路线都会经过大村，纵贯路吼，纵贯路会经过大村。那么这一家它本来的十八年前，伊是修理厂，是个修理厂，修车厂。结果伊内底吼，本身踩地啊，玄天上帝，伊家己咧拜一尊地啊尔。还是讲，结果有一间吼，有一个人客，招聘到旧民宿，他出来时，结果那个客人是什么？是玄天上帝的机身。一出来伊家迄头家讲吼，然后问我伊讲吼，迄个。恁弟啊，甲讲因加价要来，伊讲是啥物加价？因咧修理厂，啥物加价？他就弄一个修理厂嘛，伊就定伫边顶一尊弟啊咧摆尔。伊讲加价，啥物加价？因妈祖，妈祖要来，那妈祖来我就创啊，是啥物妈祖？伊讲大干妈要来，那有可能啦？是怎么大干妈不来，不是只好问到？结果过了十天之后，经过遐，大干妈真正入去内底，甲坐三分钟就走。哇！从此以后，迄每一年去到遐，一定拢会入去。所以他是唯一去这个民宅的地方，不然一般都停留在宫庙呢。啊对，啊，即摆迄间修理厂即摆嘛变宫庙啊。哦。伫个大村，就神选的。对啊，只有每一年的十八年来，逐年都去。伊讲因囡仔对八岁拜到即摆二十几岁啊。是啊，但是看到这样子，什么请妈祖娘娘吃泡，人家讲的，然后炸他，就不晓得到底是什么道理嘞。其实哈，那个新闻上有讲，就是说，但是还有一些要注意啊。嗯。像这个新闻就讲炸教的时候，他说。盖顶避不进，抬神轿快跑过地下道。哪有？在上面业主就说，那个神明头上面啊，你不要乱弄东西，不要弄鞭炮，弄到神明上，那个轿子上面不能弄。对呀、啊。还有过地下道的时候都要快跑过去的。哦。那当然，这个炸法很多，拿钱也很多。像习俗中说，千里眼顺风耳手上还有拿这个高钱手钱，撒纸钱的时候来去接。接的时候你就赚大钱，是啊、哦。那甚至说那个撒地上的那个炮灰啊，那个鞭炮屑啊，都扫一扫捡回去哦，算是吉祥物保平安的。甚至还有说法，就是说在镇南宫的开头车的那一台车的车牌号码，你要把它记住，三期之内会开号码、哦。所以啊，后来一直开，你知道吗？后来真的有一次有开过，后来呢，为了这个避免麻烦呐、啊。第一台车永远在盖着红布把车牌遮住，是这个原因呢、啊。哦，你要给他弄我的车，你都跨桥牌，我怕。对啊，有的自私的人去抢啊，又造成那个血腥事件。其实我们讲说，神佛在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讲要总一定要总给他们尊敬心。我们现在讲一个，就是说，跟着大甲妈祖随乡的一个人，那喀萨三十年前哈，都是用咸脚的哈，刮嘎鸡袋啊，不然就碎花布啊，绑自己的鞋子啦、啊，换洗衣物啊。结果他这个说，那个时代不像现在。现在就是说有车子啊，或是脚踏车啊，都是用行脚的。他到这个征讨的时阵哈，就很多征讨就祈求说，妈祖能够进来我家啊，这些随乡人来我家住的话，住越多人的话，福报越多啊。住我家，就用金啊，然后还是讲啊仓库啦地方哦，就变变好人。超球啊，出的米灰，穿的厚，喉咙短。可是那些人，就是说随乡人员，他是恭敬心有，可是他可能有点疏忽的说，换洗衣物啦，他已经随乡第三天了嘛哈，他放在我们一般是神桌上面有，下面就是香案桌嘛，他就放在香案桌的地方随洗衣物。结果信徒的怎么？结果那个妈祖啊，他就俩一个青鸡 A 告的哦，他一整套有一个 A 告的，就杠的姓庙的杠的心想讲，某某某某人哈，像是请问他住在说三重。哪里啊？几号几楼？你摸摸狼，你那个行李哈、喔，里面有这个裤子啊，一些的不好的东西啊，内衣啊什么的。五个富人架在哑巴身上，告诉五个富人。哑巴开口。哑巴，然后天上师母降在哑巴的身上，然后跑到那一户哦，跑到那家去，然后跟他讲说，你这衣物拿下来，对你们家的神明不敬，因为你这个活动是为我啊随乡出来的。这样不尊敬，然后你要三支香，然后金砖穿好好，把你的家神吼，把因的家神主人家就你大家神嘛吼，给回信的。好神奇哦！所以说妈祖是很灵的。对呀、啊，还降在这个前一，他从来没有学过。哑巴会讲话。对啊，还有没有帮这个信徒处理过什么事情？非常神奇的。神奇的事情，妈祖是足侪神奇的代志，伊的灵验嘛足侪啦吼。他要讲的讲不完，讲到本身就好。哇，真的好，不要停。我亲身经验，让大家共同分享。我伫民国69年的时阵，
那我身体就歹，看遍长庚啦、麻醉啦，啊，咱的台大啦吼，看真正的病，甲三种，拢看医生所有妇产科医师都断定我是子宫癌末期。你那时候才几岁？民国六十九年的时阵，然后呢，那个麻醉院那个蔡明显蔡主任甲讲吼，啊，正在没做，你回去吼休困啦，这。格林先生又讲，等歇困。啊，格林先生又讲，买较好，你食着，还是带你去佚佗安尼。我等下吼，那个肚子都长得这么大，腹水足严重。暗时咧困，拢着爱提咧困。啊，万变难翻身。对，比方讲提咧困，啊，即摆伊叫我等下歇困，我着唔甘愿，逐日搁去家己注射。家己一个王政府医师注射。啊，注射我答案吼，一波时先生甲我再去注射，暗时搁甲我再等下北港。是。啊，即有时暗咧困，咧困的时阵哦。有一个太太哦，长得很高大，穿那个那个对襟嘛衫，哦，那个空色的，啊，穿个薄鞋，伊都直接给他看咧讲，哎呀，你这个好女儿，你为什么变得这么严重？他讲国语，你为什么变得这么严重？他讲哦，我艰苦足久拢袂好，躺在住下。如果你为什么没有找我看？我唔捌你呀，我唔知你什么人啊。然后呢，他讲我见你不认识我，我现在开药给你吃。还得给他赞美，跟他来讲好，我这个药给你吃。我讲啊，我背背起来吃，讲不要紧，你就把嘴巴张开就好，把这个药吃下去。啊，如果你感到好一点，你明天来找我。哦，我就搁困，唔知呀。昏迷。我困醒起来的时阵哦，我一个阿姨，我妈妈的妹妹来来给他煮饭。早上九点钟起来讲，哎，你叫阿碧哦，你再进来，精神家还搁吃两碗。在两碗糜安尼，我讲外在都感觉足轻松安尼，啊，我忘记中间那个事情，肚子的痛苦也不见了，对，他可能是忘记那个，我忘记那个事情，啊，结果我先生又起来吃饭，他告一直个讲先生讲阿三，是阿碧哦，精神最好吃两碗糜哦，我讲哎，有，精神最好哦，拢袂食呢，对，我讲有啊，你昨唔敢再叫医，给一个迄个查某医生看，哦，哈，啊，结果呢，你讲无啊，我讲有啊。两个小时进去，进去搞影像嘞。嘿，伊讲无啊，我去家己等下，家己藏伫妈祖庙门牙口，我去食点心啊。伊家藏伫庙口，我去食点心。啊，就是妈祖婆。哎呦！妈祖娘娘亲自帮你看诊那一帖药，就是她给你吃的，所以你马上精神，隔天就好了。我唔知虾米人，爱家公啊，好才去去找。结果我就喊阮阿姨来庙拔杯，结果伊出药签给我吃。我才拔一个九十二号的药签，这个九十二号的大人科的药签，我就去共事吼。对，我就去阮迄个对面一间迄个药房，一间五代药房，我找迄个药师生，药师生啊，我拔这个药签要吃，伊甲我讲吼，这个药签你袂使吃，你都要死要死，这个药签吃都会死。哇，那是很强的药材就对了。什么药你知？麻油。麻油。一只老阿母，啊个姜、当归、酒。姜母鸭嘛，坐月子在，天气冷，感冒啊，这那个老阿母，老阿母，就是那个红阿明阿老阿母，你讲这足毒的，你唔使吃着啊，你搁去拔，结果我跟阿姨搁去拔杯，拢拔无杯，也是无爱我换，啊结果好，才着甲你吃，我吃偌济只呢，逐只四五只，我着惊到足惊，吃到一百只为止。啊！吃一百只，迄汤盘我就按目睭起起，大家了解。结果呢，我食较好起后，就起思念参加选举，选上，就选上参加广告来选举，所以阿弥陀佛了。好神奇哦！哎，医生已经宣布了子宫颈癌，然后那种痛苦末期耶，救回来，然后还顺利当上立法委员。一般咱这个北港朝天宫这个圣庙哈，它是天后，它从以前的圣庙到这个我们讲的。义太后嘛，哈，义天妃、义太后，它是有一个过程的，它也是这样受民众的香火供起来的。那么刚才那个委员讲的，就是说，他圣母要殡仪你这个使命，他要你身体健健康康的，一定要给你五级的肝炎嘛，你才会说啊，我们讲的“怀疑心，肝完则肝完休”。所以我今天会当伫政治三十年，会当身体真健康，是阮妈祖菩萨。跟我協助跟我幫忙的，而且董事長還說皮膚還越來越好，對，越年輕欸。現在我們不參與政治，全心全力投入媽祖的服務，所以越來越漂亮又越漂亮。
哎，就是这样，甚至还有人死而复生的吗？对，大甲妈祖镇南宫天后宫，它是一年一度都会在西罗这边过境嘛，哈，这边那么个一对母女哦，他就挑呢，挑了一担的东西，然后弄个简单的香案，就鲜花素果，然后弄个小的香炉，用蜜供啊那用。那个母女就跪在那边，就叫大家妈的叫神轿要经过这的时阵吼，就一直在那边，一直敲的，他不进前哦，他就一直在他前面，然后那个随香有师姐嘛，以前其他的师姐，他降圣驾下来，然后那师姐就圣母就跟那个母女讲，就说你这个女儿、啊。他一直讲，一直讲说祈求圣母，你可不可以给我指示？我规家口跟我夭死啊，无钱啊哈！啊，囡仔佫患病，佫医袂好啊，翁吼佫无甚物头路，拢无趁钱。不下去了。然后一直哭，一直哭得很惨，都一直咳咳些头咳，一直咳。然后他的女儿也一直哭啊。那圣母就真的在他家停留下来，降低落来，降低一个书桌落来。那我就在旁边看。那师姐就在传达这个圣母的旨意，就说你这个女儿前世她是刽子手，怎么敢让沾桃哎？哎呦，沾桃因为她职业的所在哈，本身是这样子，你有罪无罪，你嘛是爱沾嘛。可是她不知道这个沾的是中间，你要念咒语就讲啊，你这卖扯哇，我的职业所在哈，你要去哪里投胎了？你要念一些咒语，没有像现在说有一些的老师啊哈，到这个法师教你怎么做，他就是来投胎了。然后他跟他讲说，你这查某囝哦，有一关大关卡要过，爱过啦，哦，然后就说关卡要过，然后说他已经没有挂数了，到在两个月，他的寿命就要没有了。对，那圣母跟他讲说，你赶快准备一碗水给我，我给他开喉。因为他精细人就是筷子手，敢让沾这个拿熬，你知道吗？他准备十二件衣服，他就赶快跑回去，你知道吗？跑回去，他那家就在附近，他就挑出来拜来。他想说，先没有一点摸过你金贵温刀，我就挑出来。以前人都用挑的比较多了，然后简单的香啊，衣服十二件，然后一碗水，然后就给他弄个那个开喉的一个仪式，然后就说你这个还有一个关卡要过、喔，一定也破行了。你早跟他到十二回一点破行，他今年刚好十二岁，他就跟他讲说，你到十二岁的时候一个大关卡一定要破相。结果他这个无缘无故这个脊椎骨就侧弯，你知道吗？侧弯。然后他开刀啊，他上次给我看哈，他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，开刀给我看，他42公分那么长，哇塞，一点还破行了对吧？他长得很漂亮哎。然后圣母就跟他讲说，你这关要过的话，你一定要初一十五吃素。然后他现在就说，他常常看到圣母晚上去跟他讲话，就说跟他治疗这个42公分长的那个疤。然后跟他，你这个关卡要过的话，你愿不愿意给我当妓女？他百分之百愿意，然后做这个开喉仪式之后，他妈妈就很高兴，两个母女就很高兴说啊，阮兜即马吼有救车啊啦，先不要甲阮疼痛啊。然后他现在就是给他做这个干女啊，这个仪式。他的生命都是这个吗？就因为妈祖绕境的时候结这个缘。对啊，那就像董事长一样，继续为他们服务，这样完成使命。咱讲北港朝天宫吼，即我有一个学生吼，因枕头嘛发生一个故事，伊是住屏东，那么就是有一个北港人，由于现场的老师疑似感应到妈祖神尊降临，录影工作被迫暂时中断。大概真福气哦，哎，都人妈祖的查某囝来，喊妈祖说出来。对，因为现在是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娘娘的镇灵，所以万事平安。讲三月二十早起八点，要提七领衫吼，提庙内底。去大殿去拜。讲你委屈了，我委屈，我辛苦你了。要来抵消你的款啦。好，刚刚在讲妈祖娘娘的这个事迹。对啊，我拄好要讲的，就是咱朝天宫，拄好朝天宫妈祖来吼。是。伫个，我的学生因是住伫个屏东，那么。因为这个北港呢有一个少年吼，伊就足爱钓鱼，啊，走去屏东遐钓鱼，叫钓鱼了，煞去有海燕嫁落去，啊，嫁落去了，因厝的人烦恼啊，啊，就走去朝天宫拜妈祖，啊，求妈祖保佑，啊，看是毋是讲这个人紧甲找着安尼啦，啊，因人嘛都等两天了吼，马上就落去边啊，听讲伊都朋友讲都叫。小狗拢嫁落去啊，啊，就走伊阿兄伊衫，走伊伫海边，屏东个海边，伫遐咧招魂，吼，得甲叫嘛，叫囡仔，互因囡找着尸体啊。是。啊，结果迄时
我因迄庄内底吼，因为拢讨海人嘛，啊讨海人妈祖是海上之神啊，吼海顶的神明啊，因是海巡，绕境的因是伫海顶海上面绕境的，啊，他刚好在海巡，啊咧海巡的时候，因为因迄海巡拢有一个路线，因迄足侪庄头拢是沿海迄边遐，结果因伫遐咧出巡的时阵哦，妈祖船转向。哦，临时讲要越向就对了，顶边有机甲讲啊，这个这阵船要安怎开，马上这边指挥说船要往哪里开，就去啊，伫海顶边。北港朝天宫啊，台中正南宫，通通都讲马英九一定，而且赢200万以上，连神明都祝福他。那而且各位的机心啊，参详这个我们邱老师赶快闭口骂出来，闭腔气出来啊，这腔气安怎下来呢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牵丝太明白了。哦，连李炳辉都看得出来写什么。马上这边指挥说船要往哪里开，就去啊，底下海顶顶往去勾掉去。就看到尸体了嘛，啊，看了尸体了，更神的是，人家唔知道因家人伫遐咧招魂啊。对啊，尸体看到尸体了，然后妈祖出巡了，只是说这个爱一定，大家想讲咧妈祖咧出巡，无爱去擘黑啊，叫袂使妈祖支持讲黑来甲过起。一定哦，捞上来，那捞上船了之后呢，妈祖在走，好，现在怎么走？因为谁一个刚好他们在招魂的那个地方。结果就是啥，因被抓捕的那个尸体就是他的女儿的，对，以前女儿是一个男的，年轻人，他们家人招一下招魂了，是，结果因为拢国找无尸体啊，海底茫茫这么宽，就要来找，结果妈祖在海巡的时候绕过去把尸体捞回来交给他，所以很多的渔民也都要祭拜啊，对，就是说神其实他有些的辖，就是说有些辖区，那妈祖其实他是一个海灵子，也就是说。海中里面有很多灵性的能量呢，当年就是等于在妈祖的身上，那么累积这个火种，所以他其实在全世界里面有很多这种分灵啊，是最多的一尊神，是，所以他的就像我们一个网路一样，他分布到全世界，所以他现在我们在看到宗教里面哦，就是说哪一种灵可以升到哪一层的天，大概以目前来讲。妈祖的灵累积到可以发射到，就是所以他的朝天宫，也就是说他可以朝天。哦、那像那个关圣帝君也很多，所以他叫行天，他可以在天上行。所以他其实那个庙的名字是有分的。哎，比如说镇南宫，其实它是镇，它是等于是南，就是那个看看海浪，海浪。是，所以它的灵性。还是有一些分别不一样，还有哪一些神迹？是在这个政治史上，其实是有明朝一位、清朝一位，现在总统也是一位。嗯，哎，这个真的是妈祖有庇荫哦。先从明朝开始讲起，明朝永乐年间，大家知道这个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，他一次带了27000个人要往这个暹罗国去啊。那时候也有神迹吗？哎，那时候啊，就是狂风暴雨，在船上怎么办呢？那时候他就给念了，因为他有拜妈祖。他说：“仰赖神灵显臂啊，这个田灵无余啊，这样念。刚刚不是林老师武功功那个妈祖这个能力很强，可以朝天嘛？是，所以喜欢念。海浪开了，水耶！对，海浪开了，像有没有像那个耶稣过河？对，开了，然后走过去，安全无虞。所以后来现在在南京啊，他就设了一个天妃宫，帮助了那几万人。到了清朝，我现在讲的都是史记哦，史记就要讲哈这个。”人亲仰供奉是至清帝有康熙啊，囊南珍见继妹，欲报封见对为。哎，这个囊南珍见继妹，欲报封见对为。这个囊是施琅，哦，囊祈祷我扶持助战胜凯旋归。嗯，你哪有看这个康熙传奇啊？就有啊。哎，上面就有演那个施琅啊嘛，当时是希望说能够收复台湾嘛。但是那时候呢，这个他的人兵。兵薄力单呐、不足之后呢就拜圣母，怎么办？哦，那个他是很懂的兵法，可是人不够啊。对，那圣母跟他说，放心，我会给你刮3个小时的狂风暴雨。那我们船怎么办？你这边是顺风，那边是逆风啊，我把你送过去啊。就算他有再多的人的话，也不会赢啊。那官兵就说，哎，师长公都讲骗的，那有可能你因为。
因为那个康熙有下明文规定，三天之内打不下台湾，你就回来打自己了，就是这样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还就跟官兵讲剩三天了。第三天的几点几分，同个时间开始狂风暴雨啊！走了走了，哇，真的是顺风过去，那边逆风。是。那现在讲到现在，刚明朝一个，清朝一个，台湾还没有一个。哎，台湾，我们现在现任的马总统。哎呀，这个是个神机啊！哈，跟大家分享哈，不无关于政治立场。好。马总统他说他不是不怪力乱神，哎，但是他是很信马祖，他是什么宗教都相信。你看，我想头尾都到了，愚公这里绕进去盖哈，对啊，头他也绕，尾他也绕，这些人物算是蛮特别的哈。而且你看哦，他这次有讲哈，马上还愿，而且他有打一个金牌给这个妈祖，对对对对，马要打给妈祖嘛，嗯，然后呢，这个镇南宫也回赠妈祖表，他说，那你这个有什么神迹？哎。如果大家看那个报道哈，所有神明讲都是五五波啦，五五波，只有妈祖庙，只是拜妈祖的妈祖庙，有讲说马英九一定赢的，只有妈祖庙。哦，真的啊，他前面就是先哦，金姐啊，金姐啊，八杠朝天宫啊，台中镇南宫，通通都讲马英九一定赢，而且赢200万以上，连神明都祝福他这样。那而且过这个机心啊，参像这个我们邱老师赶快我闭口骂出来，闭腔气出来啊，这腔气让他下来呢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签诗太明白了，连李炳辉都看得出来写什么。李炳辉会看得到，你自己看。马儿长弓骑奔驰，他到底是讲这个马英九跟谢长廷嘛？哦，对吧？对，很合理嘛，哈。蓝天六来绿地四，这次是不是六四分票差不多嘛？对哦。信众不分男与女，这个上面艺术呢？这个待会跟大家解释啊。天长地久创十四，天长，萧万长，地久马英九，天长地久创。那什么叫信众不分男与女呢？这里妈祖两个字怎么写？妈祖妈是不是一个女字边在一个马？嗯，信众不分男与女，把女拿掉，这个字怎么念？哦，就是已经告诉你了，马儿长弓骑奔驰，连票数都告诉你，六比四，然后不分男女，然后天长地久。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常常妈祖跟妈祖娘娘求一些签诗的话，它里面都这个预言很多事情。对，因为我们当人，所以我们也会有时空的障碍。可是，在神的立场来讲，它是没有时空。那很多东西就是说，看你这当地的福分。也就是说，台湾这一次如果你有福分，那你会选到福分多少的人来当代表。好，所以每一种就是说。神也可以预知到这种，就是说你们即将用什么来当。还有什么事迹是董事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？什么神迹啊？听说北港有一个换错神的那个黑子上面行迹，你敢不敢啊？这个传说已经足久啊，伊讲大家来阮北港进香是换神换唔对啊？但是有这种传说，但是我伫这要甲大家讲，这是一个传说，误传吗？误传，无影换神换唔对。较早咱的妈祖经，是伫市中心，啊，含民间的厝拢做伙。啊，北港朝天宫哦，这历史可能咱全台湾省人真少知影。北港朝天宫是师傅咧做主持，和尚做主持，所以甲多个参。嘿，韩老师咧讲哦，北港朝天宫是真真正正是佛教。啊，阮是阮老家加入道教。啊，所以因为阮含伊这个庙妈祖经含民间的厝拢差不多拢在做伙。早期大家来进香的时阵，阮的师傅就请咱民间的这个妈祖，和咱的大家请登来因遐，因遐吊拜。啊，一年请来下去，就来固定这尊。啊，这尊是啥物人？这尊就是阮阿姑的。哦，阿姑哦。阮阿姑的。哦。阮阿姑这尊已经百外岁啊。啊，即马。搁伫咧哦。嘿。哇，搁伫咧，搁伫咧。因为阮父伊也是七寸八尔。啊是。七寸八的妈祖。啊，将军是这细尊，因为将军伊无啥去跟他请妈祖尔。即摆即阵进香嘛，是真真正正是北港妈祖庙的。是哈，啊，其实伊毋是咱北港分的，我直接要甲大家讲，大家一定毋是北港分的。哦，所以大家不要进香嘛，咱来进香嘛，转来我做进香，是你有进香嘛，转来，是，毋是讲。因為大家拢讲啊，大家就是北港姑娘，其实这是不是？他说这个宫庙里面还有这西式三宝，是真三宝。西式三宝哈，北港三宝，北港三宝哈，
我有一个万年香炉，到这阵已经熬一百多年了。哇，一百多年的香炉！哎，这个香炉哈，这香炉我让大家知影，讲这香炉万年香炉，全世界要来进香、要来卡火，就是要经过阮的万年香炉卡火，迄个拢袂闭气。这个万年香炉哈，一点裂痕都没有。哈，这个万年香炉。已经到这到要两百年啊，也有两百年的历史啊。这是第一步，无必顺的，无必顺。哈，等于你什么人要来进香，就是啊，较啊经这这个路较火。啊，再来呢，就是嘞，咱的妈祖的意识，妈祖的这个音啊。哦，现在要压着跟大家。要抢他保佑什么呢？我来讲哦，伊这比他发出铁棍忽然感款。相传就是讲过去哦，有人提八条金刀转去的时候，在那个大殿门口。再来呢，就是嘞，咱的妈祖的意识，妈祖的这个音啊，妈祖的咱湄洲妈祖的音啊吼，这个音啊是当时是迄个，阮去进香，咱早期去进香，啊，阮那个妈祖是湄洲的师傅请来，啊，转去伊有这个主音，湄洲的音啊，送予咱北港朝天宫，是，但是嘞，即马湄洲文革时代因的纹路拢破坏完全，荡然无存。因咧恢复湄洲，迄湄洲的这个妈祖庙时阵，因湄洲的当所长林文豪，再过来阮北港，把这座印啊，搁仿造一副回去。啊，原来。哈，所以这是第一，这是迄个第二宝，第二宝，第三宝。嗯，所以正宗的是在这里。招应路，这个招应路哦，是伫咱这个1967年哦，都有这个。照样就是有咱台湾的妈祖，甲台湾的寺庙存在，一本会当证明讲咱台湾的历史，甲咱台湾这妈祖庙的历史，一本1767啦，1767，这照样就伫阮朝天宫存，所以朝天宫有真侪宝，不止三宝，是不止三宝啊。这咱较早拢讲啊，地条金吼，即个为了地条金，大家唱到安尼吼。那我刚讲有一家工厂，就是本来是修理厂，啊，起码变成一个工厂哈。啊，这次呢妈祖过去的时候也有进去。那我较早甲这间工无熟悉哈，啊，拄好接到这个通告，啊，我想，哎，那也好运的，我看大家唱歌唱到安尼，迄人遐尼多是要安去唱，该一个人一定讲话就叫。哎，结果有一个人客吼，伊就拍电话给我讲，伊要去干妈祖公庙，我妈祖公庙人较侪，闷袂入去啊，身体遮尔歹，较粗壮，弄两个就倒啊。对呀。结果伊讲无啊，阮去甲妈祖公庙、甲大甲妈公庙吼，拢唔免唱嘞，唔免唱嘞，嘿，唔免唱，哎，就是这个公台，伊逐年拢会过。哎，结果我说哪有这种事啊？啊那我嘛要来跟啊。伊讲对，啊我会当去跟我，伊讲会使啊。去的时候真正白话去跟。啊，那我就是在想说，对，因内底有准备的地球金，什么是地球金嘛？就是用这一般的这个绣金，好，那绣金，然后铺在这个什么医疗顶头，啊，先叫你去先，大家嘛先叫你去先，跪在顶头，哦，压过的，这压脚筋，啊，为什么要压给我们大家？要抢他保佑什么呢？对，我来讲哦，伊这比甲发出铁棍忽然感款，相传就是讲过去哦，有人提八条金刀转去的时候，在那个大殿到门口，结果来做生意的生意兴旺。哇！啊，阴刀吼，这百邪不侵呐。是。炸在辛苦哦，炸在辛苦嘛，辟邪。今天要不要现场每一个人发一张？对啊，你就不用我们去抢的穿过血流。这些就是压脚筋头。哇！刚说好小潘潘刚。我就是去，哎，迄间宫叫做大村，他在大村哦，就冲管路边，然后是玄德宫进玄堂。哇！我去给他甲光叫先，过去的先，咩啊吼？我跟你讲，这压脚筋其实怎么样用是最正确的哈？对脚筋倒转去的时阵。你把你的愿望写在地球金顶头，好，你普通写你无写，反面都可以吗？对，不，你无写的时候，你就是带在身躯，你就是保平安。那么你把你的愿望写在上面，当然是合理的愿望啦，别使写，哎，我被下面的摊出来那个。好，我希望我的生理形容，我的事业会当顺遂，会当财源广进，这边身体健康的这个写在上面。对。然后呢，拜妈祖之后，把妈祖拜拜了。掺咱个金纸，做伙摕去金顶烧，还是单一张，你着甲画伫个香炉顶头。
挂在青楼顶头，他就会心想事成吗？对啊，可是不要太贪心哦，不要想写那个做不到的愿望。对，没在家里面丢乐透，神明就不会保佑。但是人有会有姻缘哈，最好是随那个缘会比较好。我之前一直都是在收藏，就是观音的画，是画，就观音像画。啊，我大概有收了，大概已经有五六十幅。结果有一天，他拿了一批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要找的观世音菩萨都来了。”哦，那给你看。就一打开，我说第一张打开，我说这个好像不是观世音菩萨。他说这个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所以其实他自己看，他说：“哎，怎么我拿的时候是？”明明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怎么会拿到一张妈祖的？但是他自己想收回去，因为他说清朝很少人画家画妈祖，那观世音菩萨很好找，但是妈祖不好找啊。所以我们刚才那个董事长说，他们以前朝天宫其实是佛教的住持，那为什么以前是属佛教？就是说听说观世音菩萨那的一滴泪成为就是妈祖。所以那个画商自己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找观世音菩萨找那么多年，然后自己看花了眼，找到一张妈祖的，对啊，只有那一张他想要抽回去，后来我不让他带走，我说你来就随缘了，那就跟你有缘啊，自己来找你。所以这样画在我身上。我们节目刚刚进行的同时，旁边观众在问了，就说邱老师，你刚刚吼北港朝天宫的是他是妈祖本尊来降吗？我知道他在现场来很久了，他很想安抚这个董事长的心情，因为他做很多事情，他自己好像说他讲的好像有些人不怎么认同啊。伊讲人得走天得看啦，天性庙伊讲一直该鼓励讲，一直走下去，他你还是会走得很好的啦。对，身体嘛，鼓励你健康。蔡董事长。